准备准备先，而家已经录紧噶啦。哎，大家好啊！嗱，今日咧就系2018年嘅5月31日嘅最后一日到。今日咧就系礼拜四嘅中午啦吓，咁啊讲而家呢个时间咧系已经系1:00多噶啦，1:00，而家喺临近度。实际咧，我哋先头已经喺度坐咗成个钟头啦，咁啊而家咧就先系。在这里就是主播这个谈天说地的节目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的谈天说地呢就设在林肯酒店。呢平时呢是在公司的旁边的树下面。现在呢转换一下环境。我们现在喝得七七八八了，吃东西都。那里的环境呢是相当于好的，都是我们喜欢来的地方。恭喜啊！你吃得差不多未啊？啊，都差不多了。食完之后咧，咁我哋咧就喺度咧就系做呢个节目吹下水啊嘛，系嘛？先啊，我个头咧可能不一定系，我哋中国人咧就系民以食为天啊嘛，系嘛？先想先食饱咗之后咧，咁啊先有气力咧喺呢度咧就系做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节目嘅。系咁啦。而家我哋而家變咗咧，就係做開咗呢個主持咧，就係成個發燒友啦嚇。咁喺咩環境下咧，我哋都中意話喺度咧，就係、是、留下美好嘅回憶。美好回憶啊，甚至係因為呢啲會一種會習慣。當你係中意怕呢樣嘢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啊，係咩環境下咧，你都係都想話喺度做呢個業餘主持。雖然唔係話專業主持嚇，但係業餘主持都係咁噶啦。係啦，咁咧嗰啲視頻咧。對於我哋講，已經屬於我哋生活嘅，我哋家庭生活嘅一部分啦，係不可缺少嘅一部分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主要關鍵係咧，我哋愛好，我哋中意玩啊，佢同我哋嘅生活咧，而家息息相關啦。少唔到佢噶啦，佢就好似我哋嘅糧食一樣啊，唔能夠缺少佢啊。咁咪。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大的樂趣嘅，又係我哋自己嘅喜歡喜愛。今日係得我哋兩個喺度飲茶，平時呢都會有一個廣州嘅老友喺度嘅，咁今日佢咧一陣遲啲先嚟，因為我哋兩個先喺度做下節目啊，食下嘢，一邊等下佢，咁啊好快見到佢啦。后面有眼灯，好似系咁样。吓、啊，后面有眼灯啊，即系上面有个咩嘢啊？咁得啦，系啊，咁可以嘅。啊，睇到嗰个墙嗰块红红嘅嗰块画像。冇事啊，冇事，冇事啊，冇事啊，点样摆都好睇啊！因为咧，我哋而家咧，我哋心情靓，相信啊，点样摆、点样坐、点样讲都系靓嘅，系咪？系咁样啊，系系，哎，冷得唔好影响啊，冷得唔好影响。嗱，我因为我头顶度有个咩啊嘛，所以而家可以咁样。好，咁样又咁样，得啦，系。好啦，摆下 pose 啊嘛，我哋吓中意。啊，饮茶啦，你就先，诶，继续做我哋嘅节目。啊、今天呢我咧就系攞呢部咧就系、是、卡片机嚟去拍嘅，咁而家咧我咧就系攞呢个录音笔，咁啊，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呢度好嘈杂嘅，会将嗰啲周围嘅环境咧就拍得落嚟嘅，所以我哋咧就系、是、啊呢度好多啲设备。啱先咧，我哋董事咧戴起眼镜上嚟几有型啊，真系，系咪啊？咁我而家试下戴下有型咧，啊！好有型啊，耶、yeah, ！好睇啊，摆翻个 pose 照张相，耶、yeah, ！喂，戴眼镜有戴眼镜嘅型，唔戴眼镜咧亦有唔戴眼镜嘅型，咁啊各方面都试下啦。啊，因为嗰啲我哋始终都觉得最紧要好玩。
係啊，就一種愛好嚇，愛好嚇就暢所欲言，係嘛，無所顧忌啊，所以誒，所以我哋玩視頻咧就係咁樣玩法，係嘛？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到時啊，你因為你咁面對鏡頭，如果一拘緊嘅話咧，你唔知要講咩好嘅，所以咧，即係你一放鬆咗之後咧，你可以咧就啊，你講咩都可以，或者咁樣嚇。其實不是說是跟著馬騮滿山跑的，對於這方面這麼好玩的東西，其實我也挺喜歡一下的。我也喜歡玩那些東西、我們因為我們的空間、我們的環境、我們的範圍是小一點，因為我們不是專業，我們是作一個業餘愛好，所以我們是利用一些有得閒，即是有得閒的時間這樣玩一下聊一下，這樣不是專職的，每天拿著相機周圍的行周圍的拍的、因為我們要一邊工作啦，生活上其實只不過拍視頻是一個生活上一個小小的部分，純粹是貪玩一下的，不是刻意 去設計一切，去安排一切的。我現在戴著眼鏡看到自己都挺有趣的，我先拿開眼鏡先，然後另外一番景色啊，好陽光，好青春，一起戴下啊，好啊，咁我听我哋做。其实戴眼镜好睇噶，试下。系系，好似依家咁啊白净啲。咁咧咁啊，我董事咧叫戴眼镜，我就试下戴眼镜。啊，天生一对，天生一对啊！即系我董事长，你系总裁，系嘛？我哋系锐意嘅锐意世纪影视啊公司啊，咁啊。即係人員組合就係我做董事你做總裁啦，係嘛？仲有啊，而家咧就係兼埋咧做呢個主持啦，嚇！咪呢個公司咧空溜溜噶嚇，冇即係冇咩節目出品，所以就一定就算係咩嘢環境都好咧，咁我哋要嚇、繼續保證呢個影視公司的正常運轉咧，就一定有多啲節目， yes, 多豐富啲節目。我哋嘅董事咁嚴肅，我都要跟佢嚴肅嘅嚇，即係你嚴肅下嘅，唔係成日兒戲咁笑。我有時聽到董事咁嚴肅講嘢，我自己都忍唔住笑。唔好嚴肅咩？唔係嚴肅啊，又講到咁嚴肅。你是你啱先讲嘅，讲嗰头发布嗰头个嗰头说话，一啲都唔笑啊！我都喺度玩咁笑唔停。唔系，即系男人讲嘢咧，可能你如果系集中精神讲嘢嘅时候咧，就只能咁样。一个男人咧，左右半球嘅一个唔知系右半球系主咗语言嘅，另一个半球咧系主咗其他嗰啲嘢。所以很多時候講得嚟就忘記了表情，是這樣的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女的因為女的兩個腦就是協調，所以說就 女人就是個頭腦有些優勢，但是男人來說有一半得一半得，是這樣的。這樣啊？是啊，或者男人有別，是這樣的嘛。真是大字天，女人有两个头脑，得一个头脑嘅。人哋话男人嚟顶个整个天，女人先顶半边天。应该男人叻啲先啱嘅。唔系，即系左右半球，即系左右半球，即系男嘅呢个半球，即系两个脑袋啊，系分开嚟嘅。即系佢，所以有时啲男人啲嘛语言方面咧，就系当你一讲嘢嘅时候咧。眼睛是看不到前面的，是蒙查查的，即是男人啊，当你讲嘢的时候呢，就眼前呢就是很模糊的，所以你见到很多啲拍拖嗰啲男女，很多时候啲男人讲亲嘢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就冇观察到女方，咁而女方嚟讲呢，佢可以听你讲嘢，又可以睇你个表情，咁就能够睇你男人有冇讲假话嘅能力。这个就是观察不是听，而男人通常一讲了之后呢，他的眼睛就看不到对方了，即是他不可以说同时专注一样东西、即是其实一心一用、女人就可以一心两用，所以听明白了，所以我男人呢就 是男人可以说边看电视，又边可以看报纸，
佢可以咁樣，你睇下部睇下個咩圖，睇下部視頻，係嘛？咁你就係咁啦。只係有冇啲科學道理咧？咁呢樣嘢咧，就係即係我又唔係話專家啦，咁啊，即係只能夠話係呢一句話咧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係咁樣講出個理論出嚟嘅啫。好啦，嗱，今日咧，我依家就到呢一點幾啦，即係已經係下晝噶啦。我哋呢，你係早餐啦、午餐一齊嚟，叫做 breakfast 咁樣。一串起身，本身咧 breakfast 啫，嗰啲咧就係早餐啦 ，lunch 就係午餐啦。咁咧 lunch 咁啊齊一齊串埋起身，就係早餐、午餐一齊食。好啊，董事嚟飲杯茶啦嚇。咁好啊，好啊。我哋廣東人咧最緊要啖茶，又係翻呢句，真係等等先。咁咧真係好似我頭頂嗰啲紅刮刮嘅嘢，係咪影響我啲頭頂嗰啲背景咧嚇？董事，話而家邊得算一算咧？呢度咧就係。即係當然，我哋坐喺呢張台一個限定，唔可以咩嘢，但係都冇所謂啦。即係如果擺嗰啲咁多，唔照到都恐怖得唔得？好似我覺得可以啊，你試下。但係咧，就我因為我而家咧，如果要咁樣照咧，就我後面得可以都咁都得啦，冇所謂。是風坑燈係咪？我燈因為佢後面個燈啊，佢好光，咁我鏡頭照入後面嘅時候咧，就上面有個光啦。啊，即係等於一個太陽一背光咁咯，你知唔知啊？嗱，都冇所謂啦，咁你點都得啦，冇所謂啦，都係咁樣噶啦，先由啊。都差不多就算啦，又冇所謂。都冇所謂啦，反正都係。我就講想離開嘅快嘢，建議離開算啦。其實資助係參與嘅啫，係嘛？我都話先頭咁講啊，平時啊練下兵，練下做主持啊，越做咩嘢嘢，以後咧你又真正去玩啊，咁你要介紹乜嘢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好容易運轉自如噶嘛，係咪先啊？我試試。呢個後面仲多光線啫嘛，你一頭髮白曬咯。啊，其實呢個背光啊嘛，太陽喺後面啊嘛。啊！嗰個鏡頭，你唔中意嗰種光係咪？嗱，你問下有冇光啊？係先咁啫嘛。即係如果你拍照片，又確實要避免後面有太陽啊嘛。係啊，玩下啫，玩下啫。我哋拍錄像啊，唔係自拍啊。玩錄像啊，而家。我哋飲茶玩自拍，屌閪部玩自拍。都係玩自拍啦，都係啦。你知唔知我网站已经2000个视频噶啦？好厉害，使喺大眼大墨镜咩？你显老母啊！咁啊大墨，咁又冇所谓啫，一样啫，一样，一样好有型啫，一样好有型仔啫，大唔大冇所谓啫，系咪？即系我哋自在，我哋两个咧就系好贪玩，大而不大都冇所谓。大爷咁，大爷咁，唔大用都系咁，系咪？真系。你觉唔觉得后面咧就系有啲光？都冇所谓，即系其实人哋照相好多时候边都放个灯光噶，系系系嘛，冇问题噶嗰啲咁咧，你向前坐少少又咪就得咯，咁样系咪？咁咧即系意思话。其實茶樓是咁噶啦，人宅啊嘛，陰宅啊，都幾多啊？茶樓咧係咁噶啦，光超市差唔多係好嘈雜，唔似屋企咁啊靜悄悄咁。所以旁邊啲咩音啊、咩雜音啊、收碗音啊都有嘅啲聲音，都冇所謂嘅。我哋自在咧，最緊要好玩，我哋好玩得噶啦，我哋唔會考慮隔離好唔好玩噶，係咪？啊嗨，我哋老友寄嚟啦，我帮佢打声招呼先。嗨 ，hello， 啊嚟咗啦，嚟咗啦，哈哈，我嚟食嘢啊，老友寄。哎，嚟，刘朗凳就坐，你继续，我张单喺度嘅。嚟，嚟坐下先，喺呢度坐下得，就点咩点坐得冇所谓，我哋而家系做主持人嘅而家，咩价钱？呢个录音笔嚟噶，我新买噶，99蚊，就为咗我哋讲嘢咧，个把声音咧，因为而家你自带嘅声音唔靓，因为佢自带又咪头唔靓，咁我哋专门系买咗呢嚿嘢嚟去玩。咁啊，其实唔使俾177嘅。啊？借到177嘅系。咁啊，另外配对其他嘢啊嘛。诶，锁匙咧？
因為我又買其他嘢嘛，唔計米茶啦，唔計咪99蚊咯。咁我做集合嘛，喺網上集合嘛，呢樣嗰樣一仔總一個統計啊嘛。嗰啲先買，先買鎖匙。嗰時候我係我買幾樣嘢噶啦，買幾樣嘢啊，仲有嗰個咧，仲有嗰個我啲紙係嗰個三個架咧，30几蚊咧嗰啲嘢，係啊。诶，饮茶饮茶先。对拍紧噶。系啊，拍紧噶，我哋拍紧噶，系啊。而家我哋成咗一日唔拍录像咧，周身都痕噶啦。我哋呢嗰个纯粹系发烧友，我咧纯粹系最紧要好玩，我系要配合董事长。而家成咗咧就系、是、生活上冇办法离开自己做呢个明星嘅梦噶啦。一日唔露頭，真係周身唔舒服。我講實話就係咁樣。咁你第一位要第一啊？你第一位啦，我就舒服啦。聽到佢説話，耶！俾100个赞佢，100个赞，耶耶耶耶！所以如果你講話，如果我再後生啲嘅，我真係去電視台報名噶啦。即係如果我已經玩到咁快。咁發燒，而家唔得啦，年紀大咗啦，冇辦法啦。又唔係當兵，當兵話35岁以下啫，咁嗰啲唔好做。一個人睇你學歷乜嘢嘢啊，即係而家就咁樣。所以話咧，其實咧，嗱，我講咩啊？每一個人啊，就算初出道都係，你唱歌啲人嚇，佢都當佢剛上台嘅時候咧，佢係好緊張嘅，但係慢慢佢習慣咗之後咧，佢就好想喺大庭廣眾嗰度表現自我。其實咧拍錄像啊，拍咩都係，最緊要係喜歡自我表現啊，表現啊，即係人有一種好強烈嘅感覺，有一種好強烈嘅表現自己嗰種慾望嚇。即係咧，每個人咧都有即係不同嘅嗰啲思路、個愛好、個 feel 感，咁你嘅表現嘅方面咧比較強啲，咁都係一種啊。即係佢人生之中嘅不可缺乏嘅就個 feel 啦，即係個 feeling 啦。咁其實又唔係壞事，都係好事嘅。有啲人咧好中意釣魚。其實呢樣嘢咧，唔單止係而家係喜歡表演嘅啦。我記得嗰時候我幼兒園嘅時候，我就喜歡畫畫，我係冇老師教我嘅。但我畫啲畫咧，我好想俾其他小朋友睇我叻。咁呢個已經係2、3岁嘅時候已經有咗呢種，即係總係想有一種表現嘅慾望。咁後嚟咧，一直喺社會，即係一直喺讀書啊，都係一種內心好想突出表現自己，即係話哇又成啊咁樣啊，即係話做邊樣嘢叻，就把呢種優勢表現出嚟，係嘛？咁啊，如果係當時，如果你話學英文咁講啊，咁如果我係中意英文嘅，我好中意表現英文咁，我就會講俾人聽。但嗰時候咧，我就中意嗰啲美術，嗰啲美術啊，另外咧就係中意。即係反正一句話咧，就係一種表現慾啦，一種表現慾好強嘅人啦，係咪？咁呢樣嘢係我媽都係咁嘅性格喎。即是他的個性，哦，仲係遺傳因子。我媽好多性格，點解嗱？遺傳基因，遺傳基因啊！嗱，點解我媽咧喺醫院度咧，佢要搞到咧成個醫院啲人咧啊，都中意幫我媽玩咧？佢就係好想有我就會開心。遺傳基因。係啊。個人個性。即係我媽又好中意張揚嘅性格，即係佢係種張揚嘅性格。佢就算係翻到陽光，我幫佢老狗好，佢好中意喺親戚面前，好中意表現自己，係嘛？甚至我老豆喺旁邊，佢都搶話題嘅。誒、哎，你唔好講啦，等我嚟講。即係喺喺嗰班親戚面前咧，佢係做一個女皇帝嘅。所以咧，呢種基因係遺傳俾我嘅，所以我係有呢種，即係有呢種嘢。你唔係話後我後天學習得嚟嘅，就係咁樣啦。咁你佢咁樣講法咧，咁我就進一步了解佢啦。咁我知道佢點樣啦。咁我日後點樣識得配合佢咯？咁 OK 嘅嘢，冇問題，非常好啊！我咧就係、是、我個個性咧，我個愛好咧，非常非常之廣。啊、我去到海边，我可以同人一起游水钓鱼；我去到山上，我可以同人一起打猎。我是这样的，我哪有得？我是随风摆动，随风摆动的。我不是我专职是由小到大喜欢一件事就是一件事，不是的。我因为呢我的基因，家里的遗传的基因是爱好非常之广、啊、就是去到山就爬山，
去到陸地就開車，去到水上就游水，咁就開船。咁係啊，因為你老豆好中意打棋，叫成班朋友去你屋企坐噶嘛。你係嘛？你老係咪好中意幫朋友一起玩啊？佢愛好啊，愛好就係咁樣啦，係咪？佢交際好廣，交際好廣，老豆交際好廣。咁女性嚟講咧，就係有阿媽有老豆嘅，咁所以你會有一半似老豆，就係喜歡嗰啲玩嘅，係嘛？咁你點解你個大佬啊？點解唔出聲啊？就係你阿媽嘅基因。所以你話點解話大佬幫我啲一啲唔啱嘅，唔啱性格咧，就係因為你阿媽本身就唔中意講嘢，係咪先？係嘛？你阿媽唔中意講嘢嘅人。所以你的大佬就自然不喜歡說話，這就是這樣。但我性格呢就比較像我老爸的，老爸呢、就是、一半像、一半像，不是全部像。我老爸呢就結交很廣的 各式各樣的角度的朋友、又很熱情，很跟別人 很相似得來的。我老爸是有那些性格，我也是。我老豆呢就見到咩朋友都可以同佢相似，咁啊見到乜嘢事物咧都可以接受，咁啊我都係一樣，唔係好刻意煎鵝搏煎，中意呢件嘢唔中意呢件嘢我唔會噶，所以我就人哋都話我好相似嗰種人嘅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嗱，你唔好講啊！嗱，上海佬啊，上海人啊，上海人佢好活躍嘅，性格到處去啊。但係佢個仔點解唔活躍咧？佢就唔似老豆，即係佢個老婆，即係上海佬個老婆本身就係屬於唔出聲嘅人，所以個仔係唔出聲嘅。仲有我哋個老師又係，即係而家個老細啊，嗬，咁啊咿呀鬼嘈嘅。點解佢個仔而家腔蕩口之後佢唔出聲咧？佢個老婆本身又係唔出聲，所以就遺傳咗佢個仔而家腔蕩口。佢而家佢。佢而家呢個我哋個老細個仔啊，喺度康檔啊，一日都唔出聲嘅，佢就玩遊戲，佢就負責咁啊，所以呢樣嘢係咁嘅，係有啲道理，言之有理啊，食啲嘢咧，似啊，食啲食啲雞肉，得係，我食飽嘅，我食飽嘅，你都多食啲嘢啦，我差唔多啦。所以我妹點解咁勤力咧？佢有我老豆嘅基因，同我老豆比較勤力嘅，老豆係屬牛噶嘛。咁我妹點解係比我勤力好多？佢一半嘅勤力，所以有時候咧，我妹一做餐嘢咧就係好認真嘅，啊，咁所以咁樣嘅唔同啦。所以我妹嚟到美國啊，嗰時候生仔，佢懷住孕都仲要做工，就因為有我老豆嘅肯做嗰種基因。咁我就全部係。我媽的基因，我媽是屬於享受型的，怪不得咧，依家享受型嘅，所以冇辦法。成日享受啊，得咧。所以以前我同我老豆就講啊，喂，呢個仔係咪我生嘅？點解一啲都唔似我嘅？係嘛？我咁閪勤力，我讀書咁勤力拼搏，先嚟到廣州嚇、啊，你有少少似我啊，你都唔使咁啦。即係我留嗰時候真係咁講。你係咪懶得出眾啫？而家美國科學家講嘛，生男仔的基因百分百是阿媽，就冇咗老豆，老豆只是遺傳咗嗰啲樣貌俾你啫嘛。咁阿媽好懶咩？佢唔係懶，即係當然呢樣嘢係我媽係最中意最中意係 number one 嘅，就包括佢阿妹都係中意 number one 嘅，即係阿姨啊都係咁嘅人，即係都係想話要爭第一嘅。要做武則天的，做不到武則天都想做，都想有一種夢。那些以懶勤都無關的做武則天。不是吧，勤的人呢就是埋頭苦幹，他是不動嘴巴直接做事的人，即真的是捱得苦的人，真的是阿媽不要介意嚇，我哋講下笑嘅啫。咁係啊，所以我就係、是、我哋，即我啲純粹係純粹係傾下閒偈嘅啫。嗱，我舅父，我大舅父，佢以前一向咧，佢就係做採購，一直咧都係幫即係嚟廣州採購啊！你知啊，都要靠把嘴食飯啊嘛。咁我舅母咧就係、是。
持家有道啊嘛，即係一個良家婦女啊嘛。咁啊，搞到我而家表弟咧都係良家，即係佢都係喺陽光啊，都係佢可能或者睇我視頻啦嚇。咁我呢個表弟就刺殺佢阿媽啦，一般都唔張揚，實實際際做一個好善良嘅。表哥唔係表弟，即係我表弟，係咁噶嘛。咁佢冇遺傳我個舅父嘅嗰個做生意嘅基因。咁佢就所以咧就係佢好中意啲人打份工，安安穩穩嘅生活，係咁噶嘛，係嘛？都有啲遺傳基因嘅，有啲道理嘅，係係。咁誒。咩老豆生咩仔，咩老母生咩仔，咁都係。呢樣嘢係一種科學家。即係我又睇過啲科教，而家我先明白，而有呢個咁嘅嘢喺度啊！所以而家你見到我媽，我睇我媽啲相咧，笑口常開嘅。咁佢哪怕佢心裏好唔開心都好，佢都要做出種開心俾人睇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好怕人哋睇到自己唔開心。咁佢要掩飾自己。即係唔想俾人睇到自己內心嘅世界。佢用開心掩蓋一切，即係等於我都一樣嘅咋。你一樣啦。咁係啊，有時唔開心嘅嘢我都會掩蓋自己㗎。就用笑臉嚟去掩蓋自己。失意嘅。係有咁嘅喎，即係人生係有失意嘅時候嘛，係咪先啊？所以我識睇人係睇好多人咧，會最快樂嘅人，實際佢唔係真係快樂，佢比別人可能諗更多嘅嘢。因為佢唔想暴露自己軟弱嘅面啊嘛，係嘛，係咪先？係咁樣嘅，所以好多嘢你見到嘅嗱，你見到嗱點解話美國好多啲幽默明星啊？有一個，你好，係你啱嚟啊？咁晏嘅，你未食咗嘢係咪？未食嘢啊？你有冇食咗嘢啊？未啊嘛，系嘛？有乜嘢？你有冇食嘢啊？未？有食嘢，我食咗饭先嚟噶。食咗饭先嚟。好啦，今日就系倾到呢度先。嗱，今日咧就系好开心嘅做咗呢个节目嘅。咁喺林肯做呢个节目，今朝早咧我哋坐车咧又喺度拍咗啲录像。我讲行几次睇唔到你。好，咁我而家咧我就将佢咧就系编辑，第一时间咧就放上美国网站。